就是都很热衷在卖这个礼盒，然后让我们这次非常快的速度就达标了。那我们今年的中秋礼盒的销售总共来到了6386盒，那我们总部的部分的话是4248，那门市的话是2138盒。那我们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我们本来是预计8月7号结单嘛，那其实我们在7月的第3周大概就已经结了第一次单，后来就是因为在追加之后可以再延续到7月接近底这部分。那虽然这个过程呢，像最近啊大家都陆陆续续有接到很多的朋友在问说，哎，可能还有没有啊，是在这里跟大家讲真的没有了，不要再接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大家没看到，我们先，因为我们这次啊，我们有前三名嘛，那我们就是请我们总经理来帮我们颁奖。啊，第三名呢，大家要猜到谁吗？需要吗？那我们第三名邀请就是我们的嘉哥。金牌，大家要做个月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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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第一名的话，就欢迎我们的销售王，我们的邱经理。